爹，你就借我10块大洋吧，你听好了，我是借，不是要。明儿一早我就还你。我不是舍不得，你得说清楚了，你有什么用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爹，自打我嫁到咱们家，还没为咱家出点力呢，现在我该亮个相了。我想让传文知道什么叫咬人的狗不露齿。 老大媳妇儿啊，你想咬人呐？<笑>不是的，娘，我就是打个比方。我的意思是，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。好，我就相信你一回。大娘，你给媳妇儿拿10块大洋。下次再来。赵老板，来大米，里边请。 来来来，咱们楼上请。来来来来来，三九，老板，来壶酒。好嘞，慢点吧。快出啊！这慢。小平，来你的酒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碰一个。 这老爷牌真性，这一颗烂不着吃。太性。快！我当什么高手，哪有一个会打牌的呀？干嘛呢？没看见老爷们在这玩吗？这没女人的事儿啊！我说，赶紧回家，别给老朱家丢人。看你说的，韩大叔，这怎么叫丢人呢？ 哎呀，是给我爹来打酒的，酒馆又不是您开的，再说了，就算是您开的，你也不能撵客人吧？去去去去，没看见边上在打牌呢吗？动我，你们这叫打牌呀？我看了整个元宝镇呐，没有一个会打牌的，全是胡打乱敲。怎么的？照你这说法，就你一个人会打牌，我们都不会打牌啊？也不能这么说。 反正我会打点儿，比你们强。哼，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会玩呗？那你摸两把呗。哎，算了，我爹呀，等酒喝呢。不过就是玩起来也没什么意思，就你们打的这牌呀，都上不了台面。哼，哎呀，我走了，看你们打牌呀就生气，打起牌来磨磨唧唧的，比生孩子还困呢。站住！损了我们半天了，说走就走了。 上不了阵呢，我就不信了，我都押上，再玩两把。呀，来啊，来玩玩。傻狍子上哪儿去了？这半天也不回家，急死人了！这是，你没问问他去哪儿了？问了呀，他就一通傻笑，他也不说呀。 俺看你这媳妇儿啊，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，早晚得惹事儿。还有老三家的那个玉书，啊，成天攥张报纸，那小嘴叭叭的，要自由啊，要解放啊，尽量个臭脚吧，哼，两根筷子一边长，早晚都是下脚料。
大娘，我这还没过门呢，你就这么说我。我看啊，等我将来过了门，咱娘俩可是有的战可打了，是不，大叔啊？你耳朵咋那么长啊？我耳朵长也没有你的嘴长。我坐在家里啊，这耳朵根本就发热，我就寻思吧，这大娘又得说我的不是了，赶紧跑来看看。果不其然。哎呀，行了，玉叔，你就别气俺娘了。俺娘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，那是喜欢的人呀往死里骂，不喜欢的人呀都懒得搭理，是吧，娘？听见了吧？这又叭叭上了，你回来干啥来了？啊，这两天传爷在柜上特别忙，忙得脚打后脑勺，他让我来给家里人说说，这两天就不回来下地了。哎，不回来不回来吧，也不差他那一个。哎呀，不玩了，都输光了。再说啊，衣服都要脱光了。坐下。既然坐下了就得玩，局是你搅的，想不玩了就走了，输光了也得玩。对对对，坐，再玩，再玩会儿。哎，大叔，我刚才听你们说大嫂出门了还没回来呢。哎，可荒谬，也不知道一串扎哪儿去了。荒谬就是荒谬，也就能扎个篱笆墙。要我说啊，你们都小瞧大嫂了，大嫂将来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呢。行了，你别夸她了。你说，你派爹娘说说话，去找准这个黄料去，好歹也能扎个篱笆墙，防个野狗啥的。这孩子疯疯张张的，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嗯，还拿走了10块大洋。给，有什么呀？再说啊，我光着身子出去。来，孩子，好，玩够了吧？回家吧，赶紧着。啊，韩大叔，咱们再玩一把，我一个人赌你们三个，我一个人胡算你们三家输，如果你们三家有一家胡，就算我输，行不行？咱玩大的，立字据，不许赖账。大的，我说。你哪坨大呀？我哪儿大？你不知道啊？光说大的不行啊！大伙儿谁看见了？是啊，就是啊！你们赢了不就看见了吗？玩！我说，我说，我说，你真要拿自己的身子当赌注啊？韩大叔，我可以立字据，你们呢？你们想想啊，我拿自己的身子下注，你们拿什么下注啊？别让镇上的老爷们们看笑话。我赌4匹马，我赌3头牛，我赌3间房。好，那咱们立字据。掌柜的，来了来了，笔墨伺候。啊，好好好，好嘞。哎，你们这些看眼的啊，别在这占便宜，走。那怎么？哎，反正都是秋后的蚂蚱了，腿上也没什么肉了。这样吧，你们东家搭你们的公家，咱们分两份，愿意的留下，不愿意的走人，行不行？好，就这么办了啊！一下算数你们啊！好，今天就让你赌大爷们样啊！咱们呢就不用立字据了，口头约定，行不行？行，没问题。来，算数，说话算数，算数。好，来。七万，9条。4匹，老孙头输牛3头，张把头输房3间。对不起，这几张契约我就先收着了。明天我就要挨家收账了，该怎么办你们自己掂量。我晚上等回话。对不起，我忘了告诉诸位了，
本人出身格格，刚过百岁的时候，老王爷就抱着我在牌桌上玩牌；3岁的时候，老王爷就让我摸牌；4岁的时候，老家院教我牌路；5岁的时候，我就会打29路，2个骰子比自己的儿子还听话。一副牌我上手摸3把就知道它是什么，光抓牌我就学了3年。我要妖姬，他不敢给我来2饼；要东风，他不敢给我来红中。牌掉到地上，我不用看就知道他是反正。看一下你们一个个的眼神，我就知道你们想胡什么，跟你们玩。对不住了，韩大叔。看我干什么呀？你们不是要看大个的吗？哪儿去了？这全家找你找的翻了天了！你跑去喝酒去？娘，我没事儿。娘，来，把这个收好了啊，别让窗纹都擦屁股纸了。尚文，啊，上炕歇歇。上炕歇会儿。娘，娘，我呀，回屋歇歇了啊，累死我了。哎，尚文，你小心点，你吃口饭再休息吧。他爹呀、啊！哎，你看看，这啥呀？我也看不懂啊。我的天哪！他这是赢回了半个家当啊！他赌钱去了。快点！老当家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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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等等。你们在这等着，哎呀，老当家的，哎呀，求求你吧，我们现在输不起了，请你给我们做主啊，老当家的，高抬贵手吧，求求你，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，我求求你，你跟嫂子说一声，我们不输不起呀，我们给你们打工，我愿意上你家打工了，我们打工不要钱，白给干活不行吗？顶组账行吗？老当家的，我跟张宝子商量了，明天我们就带人到你家地里去抗霜，老当家的。你把那笔赌账就给勾了吧。是是是是，这么说，我这大媳妇儿和你们都有账。哎呀，他一个人呢，把我们都涮了，我们可是输惨了。嗯，看来咱们还是小看孩子了。行啊，你们的要求也不过分，我替他做主了。哎呀，谢谢当家，谢谢当家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回来，走走走。说你发火了？怎么会呢？我朱开山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们不是不知道，啊？这是契约，拿回去吧。还有韩老海的，你们回去带个话，告诉他，我和他没账。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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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走走。哎呀！哎呀，这可真是羊排风，抡着烧火锅。